有这装备。差点错过了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我差点错过了，顶级。哎，我差点错过了，呵呵，忘了，这有个螳螂。哦，我居然没能拿着，我他们没发现。你看，这就是藏一手的好处了。百宝袋妙手空空，妙手空空是智障。组建百宝袋挺好的，直接百宝袋吧。突触，哎，可以，332再走一把吧。标准运营，再给大家看一把。刚才是连败332，小巨人连败332，这把给大家看一把连胜的。上不去人口，那就先不上了，先打女警啊！这 EZ 绕过的那个皇子，先打女警，这么帅的吗？应该有机会。他被谁减速了？炸弹！我还有分刃呢，没触发，你可以狙我，无所谓的。哈哈哈哈，分刃。牛逼，下波拉人口，第一波赢了，然后下波拉人口。哎，你们明天是不是开学了？他们明天也要去上班去了，又要开学了，又要上班了。感觉一阵子休息过以后，最怕的就是开学了，上班了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就你要么不休息，不休息其实还好。一休息过以后，就好像很难回到那个状态。读书的时候，看看名流位置，名流位置有点鬼。两星 EZ， 两格斗，两海克斯，一个两星。狂徒可能会输啊，这波拉人口吧。上谁呢？阿北做什么工作？阿北就是做 UP 主啊，阿北的工作就是 UP 主，真的很惨，被我弄五只，他一只都杀不了我，就他这个战斗力能杀我一只，我都能去试试。机器人不算啊，五只，大棒，这一轮要大棒或者要攻速，或者要大剑，优先螳螂三件套吧。没有，攻速没了，还有一个攻。那就要攻了，直接合传送门了。不是安心也会合传送，有两家挺强的，这家白魔塞纳合了狂徒的，这家挺强的。然后其他都一般了，这家挺强的。这周能到100万关注了，我也觉得差不多了。我在想100万要做什么呢？女装肯定不行啊。没那个传统，顶不牢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我们家里人全关注我的频道的，就有一次，有一个人看到了，就那个，就也不是 B 站，他们是从抖音看到的。你们知道抖音它是会什么通讯录，就很烦，它会读取通讯录的。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手机号码，然后看到了抖音，然后就问我在做这个啊。我说是的，那时候我大概是50万粉的抖音。然后一个人知道了以后呢，就所有人都知道了，然后所有人都关注了，每次家里聚会都说啊，你现在粉丝涨了多少了，就很离谱。那这个读取大数据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这个抖音呢？然后我发点什么都会被看到。比如有一次我在直播，就我们做直播剪辑嘛，我的抖音频道，然后我在那边说什么最近吃饭吃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，外面关了很多，然后呢饭又不会做，然后就被看到了，然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来了，要不要送点吃的来。这可能是另一种爱吧，一种让我有点害怕的爱，就有一种我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我都得
经过慎重的考虑，就说出去会不会造成一些后果，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分享的地方，就很怕。那你说我去弄个女装，是不是社死了？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社死了？啊，两只虫子，这么回事？虫子有用吗啦？好像没啥用啊，兄弟们。我这个装备又不可能跑狐狸，不跑狐狸的突出变异，这东西没用。当作没来过。这把有点糊啊，这把好糊，可能要合一个，不然打不动。倒的有点快。打不动，我完全打不动。贵贵，大哥，你别放技能了，死一死好不好？啊嘿，突破了，兄弟们，突破了。狩猎律动吧，哦，狩猎律动好呀，我正需要这个狩猎。莫甘娜也不是为了卡三牌，是我有可能会跑白魔莫甘娜的。我这个装备有可能会跑芬妮后排主 C， 这个主坦的一个莫甘娜发明。再留牌，上个女枪，女枪单体就能打个重伤，还能补一个不错的伤害。当我 AD 打不动的时候，就靠这个东西打不动的时候，女枪能补上很足的伤害。女枪甚至伤害比 EZ 高，你们信不信？千万不要小看女枪，伤害很高的。看到没有？就只比 EZ 低了1000多。看我四露脸直播看看，露不露脸这个东西，阿北决定不了，这个要看他们本人的意愿。无论是阿柱也好，慕斯也好，桂花也好，要看他们本人的意愿。人家不想露脸啊。难道阿北作为工作室的这个老板，我就能跟他说你一定要露脸，不然我把你辞退？要看本人意愿的呀，这种东西要尊重本人。哎，大剑能给我，这我不是起飞，嗷嗷起飞。他们三有比我帅的吗？肯定没有呀，怎么可能会有呢？这个世界上全宁波市的你能找出比我帅的也不多了。要不贪一点，拉七拉不拉呢？好像得拉。还好拉了七，这家挺强的，这家挺强的，我不拉七还真赢不了。他这个位置站得好，女强打了个群体重伤，然后我还有个传送门，女强再打个群体重伤，激活他就回不上来了。还能上上呀，狙神挑战变异，变异拼得上去吗？三变异拼上去好像意义不大呀。等会儿有点乱，等会儿有点乱，什么东西下了找不到了，我下了个啥啊？我炸弹人下来了，哎坏了，我去凑个屁呀、啊、我不凑感觉拿下了，哎呦完了，我怕自己连胜断了，兄弟们。 EZ 加油， EZ狩猎律动，哎呦，我就即刻插个即刻的盾，插个 EZ 变个装备，我在干什么？啊，烦，烂掉了，阿北烂掉了，阿北究竟血烂。哦，杰斯。这样吧，杰斯都要卖了，先打化工啊，没什么用，除非能开七发明，不然这版本的杰斯不如萨勒芬尼好点。
这个莫甘娜是真的漏啊，说实话。这也太漏了，龟龟。你等着，等我螳螂。你等我螳螂不切死你，后排。哇，我看到一家两星轮子 Masters 啊。你们怎么这么糊啊？略糊了一点啊。好糊。刚才那个莫甘娜实在太 low 了，你看打这种前排扎克两星，这个希尔科挂了这个的也还行，就是这个莫甘娜实在太 low 了。我有狩猎的，慌什么？77血，直接上九，直接上九怎么样？直接上九怎么样？螳螂三件套，芬妮装备，我经济太好了，经济运营的很好。经济的运营还是很重要的，钱越多，你就越有可能完成你想要的阵容。我这轮赢的话，真有可能上九了。这轮赢了。我可能上九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简单变异，现在简单变异不是去玩狐狸，简单变异玩3322没同行，同行都不知道简单变异可以玩3322，他们都只会在暗星的时候玩，所以我不喜欢暗星变异，暗星变异会被卷死。真的可以上九，感觉你们觉得呢？王者局，王者局直接上九，稍微有点膨胀，外面质量确实还行。两星芬妮，两星这个，两星金克斯，这上就有一点点危险，考虑一下。这个人在玩332吗？怎么这么奇怪？先等一波海克斯，现在肯定不会上的。输的不多，68血，感觉不太稳，缺个重伤啊。80，再看一轮吧，好吧，有点想上九了。卡萨丁不能香，上个一星分你没用。卡萨丁其实也没用，大家都没用，两星卡萨丁能扛一点。哦，我现在缺输出，我现在问题是缺输出，但是你两星 EZ 下了，切个装备给杰斯也没用，一样没输出，不行，不能上九，毙了。必玩一波，其实大家发现我还是50块钱。两星金克斯是吧？现在可以上九。这个去对轮子吗？轮子妈站左，你就让这个去对他。然后到这一轮上九或者第三星螳螂，在这一轮决定看数量。如果你有三只以上的螳螂，你就可以上九。那三只以上螳螂就可以追三了。追三这把也吃，不能贪酒，不能太贪，可以小贪，但是一旦感觉苗头不对就不能再贪了。大哥，你这一顿一顿的真的难受，卡一次轮子是不是？这个运营就很舒服，兄弟们真的舒服。芬妮不能背够，金克斯可以背够，这次也别背够了，然后看一轮螳螂的数量决定追还是上人口。这个运营是真舒服的，
阿北看的都感觉很舒服，倒不是自吹自擂，这把的运营真的舒服。哎哎，科技枪没人要吧？科技枪谁要啊？真有人要。哎，螳螂一只，螳螂还是容易被放分针，后期你还得靠卡杀 C 的，这东西就是一个完换位了。72、43、30，拿钱走。勾私运，看螳螂换怪，我应该还有20多血上能够在刚才在这一轮野怪的时候成型，就不会再输了。20多血，我有一轮容错就够了，不要把自己打到完全没容错就行。哎。哎，帅！火炮，火炮卡杀，90、64。那我上能口吧。等会儿再 D 啊，先把能口上了。下一波时间会比较赶，大家要 D 就在这一轮，慢慢开始 D 了。下一轮时间很赶。这没卡杀的话，我就有点难接受了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卡莎装备稍微差了一点，所以螳螂还是主 C， 哪怕两星的螳螂还是主 C 这把。卡莎就是打一个范围伤害，帮助螳螂启动，然后这边拿一个装备。沙盘员发的一般般呀，这波还行。啊，是地牌要有节奏啊，兄弟们看我每一波地完，其实我还是有很多钱的。地牌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节奏。下一个选秀补一件卡莎的装备，这把就拿下了。卡莎打群体伤害，螳螂收割。要早点递，有的话就递了。为什么这里要递呢？是因为随着越往后，别人走的越多，走的越多，你这个牌库里面四块钱的牌越来越多，你螳螂越来越不好递，还会有人卡你。那可惜没递到，留个艾克准备卸装备啊。螳螂离得远一点，这样看上去好像我还差两只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我已经只差一只，这里藏一只。牌库会越来越清空，四块钱的牌会回去，你的螳螂会越来越难递。然后这里如果是散件，比如说正义什么的，那么我可能卸艾克。哦，差点错过了，不好意思兄弟们，我差点错过了顶级。哎，我差点错过了，忘了这有个螳螂。哦，我居然没能拿着，我他们没发现。你看这就是藏一手的好处了，
两只放这里，这里差一只，这波藏得好啊。这个什么呀？科技文章。海克斯，我有海克斯吗？没有，那随便挂一个吧。收了，看别人有没有可能三星，然后不要给他们三星就好了。对这个位置，让这两个传送门赶紧出来。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对传送门的位置就好了。艾克跳点，然后对传送门位置。等我把艾克也换一下，让这两个传送门快速出来。你看，一出来之后，两个虫子对吧？然后希尔科一挂上，然后虫子就能扛很久。你看，两个虫子，两个希尔科，他扛了很久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收割时间了，只要能帮我度过这一波，接下来全得死。艾克可以卖了。OK， 收六强四六四二两星金克斯也顶配的，也挺顶配的。我还有什么可以递的？没什么东西，递一个希尔克，递一个金克斯。这波还是一样，但是塔姆要吃啊，所以我们这样站。这边不动了，最后一秒把这个冰心对过来。然后让这个被塔姆吃，塔姆会直接快速满蓝的。对，然后你看他偷吃了这个，这两个出来，希尔克挂毒，这就是3322能存在的原因，很low。我双 C 还活着，这个不可能出吧？收，吃，顶级3322运营。兄弟们，这把的运营真的舒服。可以称得上赏心悦目，这把的运营究极舒服。海北自己在玩都感觉到节奏太对了，每一步都走在我恰当好处的战力和经济上，就是我这个战力正好能赢，同时我又把我自己经济拉满了。这波运营真的舒服。